诗篇十九篇，诸天诉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。这日到那日，发出言语，这夜到那夜，传出知识。无言无语，也无声音可听。他的量带通遍天下，他的言语传到地极。身在其间为太阳，安设帐幕。新郎出东方，犹如勇士焕然奔路。他从天这边出来，绕到天那边，没有一物被隐藏，不得他的热情。耶和华的律法全备，能苏醒人心。耶和华的法度确定，能使愚人有智慧。耶和华的训词真知，能快活人的心。耶和华的命令清洁，能明亮人的眼目。耶和华的道理清洁，存到永远。耶和华的典章真实，全然公义，却比金子可羡慕，比几多金金可羡慕，比蜜甘甜，且比芬芳下地的蜜甘甜。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敬戒，守着这些便有大赏，谁能知自己错失？愿你赦免我因而危险的过错，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，不容这罪辖制我，我便完全免犯大罪。耶和华我的磐石，我的救赎主啊，愿我口中的言语，心里的意念，在你面前蒙允。